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 谢谢南风的一个高轮预警，谢谢你，南风，谢谢。干什么？ 直接进我们栏了，打的还挺慢的，我感觉。 네가 서 있는 곳이 전방이지. 날 용서하지. 오직 나뿐. 哇，他好凶啊！ 내가 느껴지는 건 남편到底在干什么啊？ 추적자에게 규칙은 필요 없다. 踢兵线，我就只敢踢他，真可惜呀！ 암흑에게 낙인이 찍혀도 그 이상은 아니다. 내가 처음으로 做个事业吧，哥哥。
사람은 그림자 속에서 더 커지는 거.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 비위하다. 아군이 다녔습니다.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 我们的将狗并不在。아직도내귀황야의곡조도울려퍼지는데这不早知道不这么打他了，我给我们打野发信号了，我想把他技能打出来，能约他塔的。제압되었습니다来这儿，他要闪现砍我了，他已经忍不住了。他真的忍不住了，已经。看吧，我都说了，他已经忍不住了，要砍我了。他打一波的话我打不过，但是我如果能 Q 到他好几下，就拉距离能打。现在我们对线其实不好打了，他肯定很无脑的一直上来砍我了，因为我打野这波如果不在的话，他砍死我他就很爽了。엄마의눈이기억난다빨간그눈你看他就这么砍我我他妈的一个上单怎么对面这么逮着打呀，不是这我玩下路也是这样子逮着我打，玩个上路还这样子逮着我打，没闪没闪，哎，没眼的这兄弟死了没眼的。下降者死了，叫 double kill。我们是下路被
下路被双杀了，好可惜，还是竞争英雄太强了，还是太强了。阿布那个太敢死了。坏了，这步一撞墙了，太厚了，完了完了完了，出问题了，上路也没贴，这波一撞墙是真出大问题。晚上不要叫了啊，我给你准备了。这个男枪怎么回事啊？哇，这火蓝还在上路，我的人杀了呀！我假装不知道他在里面，然后一个 W。返回城，男枪不还在里面等我吧？这波其实能闪跑的，有点不想用了。这塔皮还差一下也没吃到，这人都闪。哇，真的太难了，兄弟们，玩个下路也一直被抓，玩个上路也一直被抓，真的没办法，我尽力了，真的很尽力的在玩了。这种你就没有办法玩啊，真没办法。我真的尽力了。啊，玩的太他妈郁闷了！这好亏啊！不下路，这剑姬基本上没人能管得了他了，我也管不住了。这个中弹也管不住，那男枪唯一死的一次还是月塔杀我死了的一次，我干。下路补刀到领先挺多的，但是他们现在对线好像推不了线。你去上了，我不跟他玩了，打不过他了，他护甲鞋的，交给你了，兄弟。
再给他点压力。好了。下个月上次也是好样。阿古你太有戏了。我人看傻了，这男枪一枪差点给他崩死了吗？男枪没闪，这个男枪没闪，转了转了转了。哇，地面都这么猛了，我应该出护甲鞋吧？哎，出个毛的护甲鞋。不，我再想想。可以，果然。哎，护甲鞋好像还行吧，兄弟们，出不出啊？哎，出了出了。真的，你们想想，男枪进，我攻速够使够使。虽然我们都是 AD， 但是不好意思了，我要抢你的小兵了。你都三杀了 ，A 他几个兵，他应该不会生气的。这个男我也吃了，他们都在下路。Yes, yes, yes, 快过来。干鸡吧，玩不玩？快点我干！哇！他们上单剑姬没事。其实跟这个发条打他其实还挺怕我的，我感觉。好的，帮他点赞，帮他点赞，要缓解他的心情，他现在心态很爆炸。啊，我的车车，那我的心态爆炸，谁缓解我呢？难受了。车车倒了，哦 ，nice！ 他这护甲鞋出的挺难受的，我不跟他对线呢，真打不过了。当七级的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打不过了，主要他会一直跟我打，我如果跟他硬打，我肯定打不过了。
凶算吉我拿不你的。什么？这大门上掉来了？什么情况？不是我们，不是好好的，怎么掉大门了？什么情况？要不算了。还行，他们打不了大了。哦，还在打吗？呜呼！哇，螳螂好飘逸啊！我这螳螂好飘逸啊，对面怎么还打大龙啊？出个这个减治疗的，买个毛的真眼不买了，对不对？冲！兄弟上头了，这样就死了。你可能是我的人生，努力哇哇，我他妈被弹过去了。太难受了，兄弟们，我被他 A 了一下弹过去了，我正好那个角度靠在上面一点，正好我那个角度我是往上走了一下，然后他正好 EA， 我靠，还行吧，然后辅助没双招，反正我也没大魔法，我们螳螂不送就行了。我也不懂得为什么我又死成2-6的数据了，其实我觉得我还挺有用的，对不？我现在14级，对面上单也是14级，没想象中那么垃圾啊。但为什么我这个数据看着就感觉是个垃圾呢？他们这个战机在干什么、啊？三人护体，
又送了，这不是我送的，送了送了，我还双招，问题不大，对不对？简直聊得我出了，我们这 AD 好肥啊，260刀，9-5。现在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下路这条线谁去守啊？我们只能抱团呢。这个塔真的太猛了，我不然我把这个发条也杀了的，我打我好疼啊，我抽你个嘴啊，你去打大龙吧，给我吃，给我吃啊！给我，给我。下一集来个春哥。
好刚啊，感觉。你在干啥呢？破两路的话，现在剑姬就玩的会比较难受了，他就没有那么容易的可以去带线了。我就混，春哥都买起来了，我 ADC 都不买春哥的，玩个上单买春哥牛逼不？为什么呢？因为需要我进去送，你们知道吗？我要直接进去送，然后打伤害。给我 AD 创造空间，我这细节太细节了，都是细节。你看，就我这方方面面的，对吧，兄弟们？就冲进去，冲进去跟人干就行了，把对面随便打死一个。